啊？你在想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决定了。弟弟在看我录的，这是我录音给你的。对呀、啊，我 copy 给你的。太气落雨掉呢，几多钱？钱算了的。那前面那一座山，你看那个山腰的。对啊。好难哦，老婆。
来，我们在这边让大家上个厕所之后啊，上完了我们就上车了哈。因为这个到市区大概呀、也要还要到50分钟啊。这个是我们早上来的那个巴士站哈，所以那个位置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。进去的这个右边哈，这个还有这个。